的主角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各位乘客们，有请他们。他们今天的对手不是十一个人，而是109个人。那么同时我们要有请我们少年阿迪达斯少年足球队的教练李伟峰先生一同来。好，比赛正式开始。演员，比赛一开始，皇家马德里队场上队员非常不适应。哇，怎么打？精彩一球！哎呀，这一球给没收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圈呢，现在年纪非常小，但是呢，非常的敢于起脚，在我们的世界巨星的面前呢，一点都不示弱。你别看他这个，虽然说人小，但是志气很大哈。哦，现在场上有任意球的出现，看看这个中国队战术怎么安排的？因为李伟峰是主教练，看他怎么安排。他去安排一个最小、个最矮的小朋友在那儿，有1万多个人在假跑，好，好，我看到的人群是涌动，球在哪呢？现在还找不到。现在是阿贝博亚在控球，哎呀，本泽马在要球，先拉风，来，演员哈维阿鲁索呢是手下脚下留情了。哎呀，又是皇马球员，现在几乎在人群当中连走路都困难，别说拿球了。无论球在哪儿，人就在哪儿，根本不用管了。对，李伟峰啊，我们这个人墙怎么搭呀？显然，阿迪达斯少年队有自己的战术布置，所有人都站在门里面。但是如果高空球怎么办？是啊，所以我们看皇马的队，没想到109个打12个都先失球，只是可惜我们队当中的没有姚明那样的身高。对，哎，小朋友，进球之后要中场中线再开球。哇，有两个小朋友要闹意见。阿维阿隆索这个时候负责调情人的角色，不要互相埋怨吧，输了球是大家的问题了。来来来来，看了又是皇马球员拿到球了，现在前场突破到禁区，回传中路，没有人接应吗？再来，哎呀，又进一球，2-0了。显然阿迪达斯中国少年队需要增加中卫的身高，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解决不了。对，而且呢咱们虽然人多，但是呢因为都跟着球跑呢，我们很难去利用整个场区的这个宽度。裁判，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上半场时间到了。哎，第一次试过是主持人提醒裁判时间到。好，大家看到了阿隆索的脚法了，确实是名不虚传，百度传扬。下面要交换场地。经过简单的战术布置之后呢，阿迪达斯少年队重新投入位置。好，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现在首先由皇家马德里队开球。好，比赛开始，他们先好，继续看这球已经到了皇马的这个场区的后方，禁区了，有没有机会？好，依然落在了阿迪达斯少年队脚上，起脚，这球打出来，再来，哎呀！错，已经离球门很近了。中队的脚下，经过无数次的传递，球还没有出中圈。但我发现内耗比较大。对，他们经常拿了球以后，N都是自己人在抢啊。是，哇，场上出现了第一次的倒地铲球动作。哇，还玩这个空中接球，然后呢避开了我们少年足球队的这个封堵。再来，好，中路。进入到禁区，面对了一个后卫，两个门将。哇，回传守门员呢？阿迪达斯中国少年队在右边进攻，但是好像似乎过掉对方，还有过掉自己的队友才可以打到禁区里面。哎呀，
还有机会。哎，脚有个脚球的机会是不是？对。好，我们看一下。但我们要找一位应该是力气比较大的小青好一点，他这个脚球，哎，但这次发的很聪明，发一个短脚球带进来，传中，哦，直接被守门员没收了。禁区中央有50多个点，但是一个头上没传到。但因为他们的头球是相当于皇马球员的这个生活头球啊。是。好，我们在队员当中发现6号队员是控球最好的一个，他想把球控制还能送到前场，再往前过渡。好，断下来了，哇！今晚回去可以写日记啊。啊，今天我断掉了这一球，来看一下。啊，好，门球，由皇家马德里队发出门球。小朋友们加油！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是不是也为我们的少年足球队鼓鼓劲啊？加油！哎呦，危险哦！哦呦，齐龙把球传到了门前。